那么又说到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那么这个一句是显然赞叹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十方所有一切刹土，这里面众生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人都是清净心，个个人都是忆佛念佛，西方极乐世界大道场，我们也就能想到，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，在这个经上，释迦牟尼佛赞叹，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，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都是这样赞叹。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凭什么？凭他这个世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心地污染的，个个都是清净的，这个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找不到啊！十方佛国固然有非常庄严、非常清净的，里面多少还有几个大妄想啊？占少数罢了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烦恼众生的占多数。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一万个人当中啊，9999个都在打妄想，这么大的比例啊，秽土啊，有些世界这些众生啊，心地清净的有一半数，不清净的也有半数，那我们看起来就是净土。环游世界啊，心地清净的这百分比占很大的比例，80%、90%，还有个10%、20%心地不清净的，哪有像西方极乐世界100%没有一个不清净的？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不能生净土。这个诸位同修要记住，不是说我念佛就决定修净土，没那回事情。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，心里面妄想不断，古人讲了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果然心地清净啊，一天念个10声20声也行啊。